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蔷薇老师。今天是9月5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905这样的一组数字，九呢是有至尊、财富的意思，也有智慧的意思。所以呢，905这样的一组数字代表你呢这个财富或者是智慧，它发展有一些不稳定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所以呢就是发展不稳定。那在事业上面也是一样的，发展不顺。那在财富方面呢，就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所以呢就是上下起伏不定。在这个婚姻方面要求会比较高，但是呢因为零空调，所以在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在这个健康、婚姻或者是财富、事业方面都是不太理想的。你的号码当中有零啊，多数都是不太理想的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数字知识，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阴阳数字能量学的课程。